要给牛打麻醉，打麻药啊。现在的话是给他打麻药哈。然后你老大。哦，直播间大家早上好。谢谢大家。好点，好，现在的话是刚打完麻药，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打完麻药哈。哦，太大还是咋的？他可能是产道太窄了，你看现在打了麻药的话，他的眼睛就开始有点迷离了。就是昨晚上的眼睛两点钟养出去活了，然后只有九出。表现出来就生了，也不，你看他现在就自然睡下去了哈。给点是的，是兽医专业。做什么职业活的？我加油，好不好？我是云南的，是的，是云南。这个的话不一定啊，自己喜欢。这个根据路程的远近啊，根据路程的远近。如果想要了解的话，可以私信主播，主播告诉你啊。因为在这个里边的话，不能讲，讲了会被关小黑屋啊。有做了，在之前做的时候，因为咱们退出去了，所以大家没有看到。打了麻药的，打了全麻和局麻，做就是要剖腹的那里还打了局麻的，大家放心啊，谢谢花开花落，对，愿母子平安，来我们一起给小牛指导哈。不是，在房姐，这是给牛做剖腹产手术啊，就是清水下面这个机场啊，可以私信一下啊，私信一下，到时候联系，主页上就有孔老师的联系方式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全麻和局麻，好，现在小牛出来了哈。那睁眼睡，先冲这地方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牛啊。小牛出来了，但是很遗憾啊，可能时间有点长了，小牛没活了。好，欢迎所有的朋友，你看，我一腿出去就小，就一千人，一台。